大家好，我是白龙，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好久没有录游戏实况哦，自从上次拍完到今天已经三个月前了。然后我刚去稍微看一下我的游戏频道的订阅，已经破四万人了，默默的破四万人了。这段时间真的很抱歉，原本一直在追我游戏实况的观众。因为我现在的主力主要是放到另外一个频道，那这个频道也改名为白龙游戏实况，另外一个频道是白龙的主频道，因为那个频道其实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东西。那一直那边的频，不管是这边或那边的频道的影片底下，一直有观众跟我讲说白龙可不可以回来拍游戏的影片，我很想要，但是我没有办法一次分心做两件事情。那我想说今天四万人订阅，我特别来拍一个游戏的实况游戏影片，特别来玩一个游戏给大家看，给大家看的词穷了。然后这个游戏呢是那个逃出泰地湾，这个是有关海豚的游戏，我刚才玩一下真的很难。在日本和歌山县，我念一下好了。泰地町有着捕豚季的传统，每年九月开始，渔民会对海豚进行长达半年的捕杀，少部分的海豚会被卖到海水族馆观赏或训练表演，约八成的海豚则是被屠杀，并作为肉品贩卖。这个是真实的事件哦。然而，这其实是不必要的生态破坏行为。表演用的海豚失去自由，一生受苦至临终，含有大量重金属的海豚肉也非常不宜食用。如此残酷的传统正在世界的远方持续发生。其实我最近前一阵子坐火车的时候，在我们的火车的广告看板上面，还有看到台湾还有某些地方有海豚的表演。大家不要去支持任何动物的娱乐产业，那些不管是马戏团啊，甚至是海洋馆跟动物园都一样，只要去支持，那这个产业就会持续的制造动物出来，让新的动物继续受苦。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好久没有拍游戏哦，突然觉得好陌生哦。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游戏体验来体验一下海豚的困境吧。看一下有没有在录哦，等等。哦，有，好。海豚出来了，上下左右移动，然后我们要往右边，上面是生命值 ，OK。这我刚试完，根本就超夸张的，而且好像有三个阶段，这根本就很难过去啊。有四条命，所以我在泰地湾的海水染成血红色，上面的真实照片哦。小海豚没有逃过人类的捕杀，并且伪装成海豚肉贩卖到金鱼肉贩卖到鱼市场。大家看上面那个图片，真的很可怕啊！顺便跟大家讲一部纪录片，叫做《血色海湾》。血色海湾就是在讲海豚这件事情。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海都变成红色的？来，有三四只。好，我知道诀窍，等一下用冲的冲过去。再来，哼，死了三只海豚。不要害怕，要一定要刺一两刀的。过了，鱼叉好像变多。哦，我知道诀窍了。成功了，好险！即使刚刚鱼叉输了明显变多，但还是顺利跑过。目前小海豚平安无事，不过前方
渔船主动发出攻击，没时间休息了，赶快逃离吧！哎，会移动哎！渔网，好变态哦！这根本就逃不出去。残酷的现实是，无论小海豚怎么努力，都逃不过人类的捕捉与屠杀。要终结他们悲惨的命运，唯有透过文化的转变才有可能达成。请拒绝观赏海豚表演，并呼吁日本亲友勿购买任何相关产品。大家其实，海豚其实有一个习性，因为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家族。那只要一只海豚被捕捉，其他海豚也会在旁边想尽办法要救，把它救出来，不会离开他们的朋友亲人，所以很可怕。只要一只海豚遭殃，所有的海豚都会像这个上面这个图片一样，真的非常的可怜，跟大家平常看到的光鲜外丽的外表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好，这里有一个填写问卷，我想看一下填写问卷是什么。好，我会把现在有录到吗 ？OK， 我会把这个游戏的网址贴到影片的下方，那大家也可以去玩一下，然后帮这个游戏做一下那个问卷调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游戏也分享出去，让大家玩完之后能够对海豚表演或者是任何的动物娱乐产业有多一点的关心。好，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短短的影片。那如果以后有任何有关相关的游戏都可以提供给我，我一定会玩给大家看。有关肉食的问题啊，或者是动物权的部分的有动物权相关、动物权利相关游戏都可以。好，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我是白龙，各位白粉，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